今家里两位是要进京赶客，娘娘是结婚，我都本地的，吃的家里专门买两个侍从走来，金口金发一道跟到京里乡去。那么京里乡想让赶客客，谁让谁让客户，两位先生也要进外州受罪，说的娘娘会这个永福大镇，那半路人为的办得来个，哎，他两年天不要进。要进外头受罪，这娘娘生几个主意也是像戏剧，不是拿出来真的或者那个女再来像戏剧像戏剧，放来也是一拉堆，催买。这娘娘带你忙忙，你还买得哈个？催买一买，我来不买子。为啥么有道理？刚刚外出来这个心思在那客栈里向，像是要生心的，而且这个三日天你非要再等一等，这个三日天嘛，娘里多。一种未来之事要做一做，读书人嘛，先生给他们要去学恩，孔夫子庙里向嘛要去烧香为牛，同学堂里面要交流交流。三日天，娘娘万事万事，可有啥办法讲得出道理？好，再等三日天。那么这个三日天里向，的确两位先生要真的蛮忙，尤其是个牛仔，烧香为牛了，报是要施恩了。今朝第三日嘛，到这同儿进口。到山当上一个同学屋里向去白相去，临时出来的辰光嘛，搿同学送一张花拨那女仔，吆喝，我得相当不错，松木头，一口松树花头，一扎鲜花，像活个人啊。那么女仔拿着搿幅画出来的当天嘛，相上一刻不为何止了，该到山当上想变化点行情行情，就关键同学进口是这个样吧，搿就花了那些去。当个别也别吧，我自个先走起来，等等来走来吧。啊，同儿进口去别我们牛仔先走来，不晓得哪了啦走来嘛？今在金家里门房间里向买热忙了还，啊，抠门门工最近到高速走路那让头拍的，哎，哥子吧？那个，啥么子想的啦？哎呀，哪个拿几两五啊？我让牛不吃的。是呀。低得太低啊！啊。啊，现在个五是。高点买主管。是呀，我也是这样了，我买得忙个样子。不要紧，不要紧，来留下来，日出当忙。是呀。雨动的，我格浪向要雨出来着。你们那格浪也要雨着你？你在哪拎不清个你？两位先生要定金购客，扣上去是该扣要送个娘。哦。不喜不得来是，我不得里向被娘娘娘娘收面块，别里把那丧事下来，格浪向是雨出来。都得吃，都得吃。哥，是你老婆吗？女在送啊？是哇。女在不能送给啊。听的啊。说起来。那种不吉利的闲话是要讲的啊。不人家去客，总归要帮忙人家送嘛呀。女在不能送的呀，女在送一种金家里要吃大事去的呀。这是一块的金家反正个外国人啊，听不懂，拿粽子来吃大事的，告诉我刚好听上，拿粽一粽来吃大事去。我也讲得不能讲不难听的。哪了？自己都不够呀，受到哪里去不得了了。张风雷出去。是的有啊。还要告诉咱的女生夫妻把枕头。哦。我个脾气那不晓得，我个老乡进去个老乡快受不脱，反而出去。你这个禁止。渔民奇怪。不能讲给啊。我也不能讲啊。是的，不能讲。今天我们王叔啊，发个嘴不难听。发啥个嘴去啊？你告诉我听个老乡，我乱出去把我三更天跳起来把这当事。你是夸张，咱还出去吃个呢？那爹不说，等我先腾来做工商品经理的呀，是嘞。好了，别拿鬼子，你讲呢？你讲呢？不要讲给。不听哪个个样子？哈，跟我们真的讲。讲讲呢？讲呢？当我们厂去关关进。回归门厂。是的哇。弄得来打个手打文件这个当上，闭门个，棒破碎，乖乖哈，乖乖哈。那不听去了呢？你听听讲，哎，你讲，讲嘛，当你讲啊！哎，驴子是不能驴出去的啊！是，但是要不危害呢，我外头总归不行啊！哥哥，你听孩子，听好了哩。Thank you.
越我越讲是的，哎，告诉我讲得不错，竹心得是不灵的灯。金家里是个动人家呀。动人家吧。弄不清爽，这个爹亲也没得俺欢喜，宝贝个。来然后神就都是天了分头出来玩，哎呦告诉爹耍个胃口你等我去呢，哎你那都要娘娘扣笼子，哎啊是放一个女人睡得像狮子牛心灵归上我去努力批评那个啊是，哎可是这想上你打个广告去那么原来是很火妹子打个事呀，哦上我的是吧，我的三个要批发的嘞，你讲那么就像我女人，哎爹在里下门屋里嘛可是牛心灵接那个线路身上线，接那个线路，而且线路身上线说是还有一点动静的后噻。哦，上的时候嘛，大约发生是为血的狼鸟。哦，不能控制你同样啊，那个青山不鸟。是吧？这个好，为了男人。他们娘娘要紧规则啊，弄个就是弄得来扣。哎，就是扣下来那个碎尸，硬拉一个人身上线呀。哦，硬拉一个人身上。哎，王一楼干。啊。没得猜猜看呢，硬拉啥人身上线呢？叫我猜猜看，硬拉啥人身上？哎，啥人身上线？别猜对。少年。我原来你的年纪也几块，跟你搭高档的呀！哎呀，你爹回去我万不会发一个，你讲你不讲那些的呀？你讲呢？牛仔啊，牛仔！有枪的呀！那些阿伟枪，分棒的硬拉牛仔身上脱口而出来，这个像牛仔往里上枪嘛来，这个枪牛仔在那走呀，持枪进来，谁的来？我分听见啊！格上特别像牛仔胖，你都不想进去。哎呀，门房间门，抠门的门工最近打理多高级，哪能抵挡我啊？欲怪自身，不欲自知，骂了骂骂过来嘛。那老街到门房间的门跟随拉上子耳朵，那老听了，牛仔外头听里向一堆白和温馨的，也讲得起劲呀。哦，牛仔啊！那么他是给了一口啊，牛仔不中的吧，娘娘口清的啊。嗯嗯。中一中是娘娘为肯放的更能的啦。像这个大事体，我讲门口的一个朋友嘛，真个大事体。牛仔听到个浪响调出声来，哈，一个屁的，奔进书房间，把门一关，过来身体头顶那个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呜了，金东娘娘是俺口中的不拉黑啊，
不中琵琶口琴的，他是中一中喊我做金家里的小鬼，根本我自家爷娘是外先走。就抬起来在床头口口苍天啊苍天，你要保佑我牛仔进口不足，不知哪把牛仔生得成，把人家中规矩来，要帮帮忙，我要中啊，我要中啊，厉害半语不中，啥鸡巴了自家个爷娘。搿辰光牛仔心事重重，书房间里向上座个心事啦。来上心没给他回分失意了，哈一点分缺的，告诉我。有噶？这刚看起来真的都是气。真的都是气啊！哦，真的都是气。那你怎么这么流血气干啊？告诉我，上面是这么气的啦？哎呀，我讲也还得了，我给五姐这个是玩。也是一个了，也是一个了，还能低得退的，他退的这个。那才是难玩。那我们呢？这是我高年高年那么呢，手里想忘记偷。搿么告诉我啊，你高贵高，搿个里向就翻翻脸啊，动一动。这个心玩用了嘿，你这个。那要真的，那哪能不要吃个对吧？那菜头子我也做。啊，要真的做你哦，机密的嘞，开开开开开窗，啊，门开开了，开开了，开开去啊。嘿，哪能个吃？刚刚开开门嘞，进口哇？是吧是吧？今天哪过些辰光嘞？爸。嗯。你到底想个对我来说说？咋不对不错？还是门那个专门。哎哎，是该是该。好。刚住不隔对方。隔对方啊？隔对方。啥个对方？哪里不想、啊、我当你一个好哎没好刚才不能听听啊这个对方领导啊那就是马里亚很出来把了有理想飞啊娘里姐姐啊阿摩亚被人工坏不地没当我去抽人工不要了绑住双峰购买绑住三个爸爸你爸爸没加入地方给对方给对方给对方爸爸哎这要星期多啊刚混车的分口姐现在拿去不做啊真去哎，是呀了，真去。你这样子的呀，真去的了，真去的，真去的。我懂我的样子了，有这种改。真快。哎，改天是你是外国的呀，吃风头的，百里外山呀，进京过客，南京好地方。是哇。啊，落日之都，这个名声够这行情啊是，不讲都没唱了。爸爸。啊。搞不难听呐。难了。就说咱们在是南京。一趟那花分出去不香了呀？那还是南京分不香了。两个小要是在用功不够呀，再是你妈那自愿是要读书么？所以一趟那花分。可是真是这他这个霸气不？是呀。哎，我要是做了不香么？分不香？哎，这个怎么吃啥子？是个。南京土的菜都我讲，不人家讲啥个南京北鸭好个，鸭吃过不啦？爸爸，北鸭确实蛮好吃的，那就像在海上钓呀。不是要吃了钓的嘞，我往不出去了，海上钓嘞。哈给啊，吃啥给？这样么子都没哈给。啥么子？啊，真够得来这个香呀！还有名气个，还是有名气个。我下周到南京去，这个两样么子备呀，我两顿吃个呀，哎，三顿吃个呀，哎。爸，哎，我也没刚去南京的，我在想着有桩事体要在门上来呢。哪里事体？在古龙个身上。不懂哎。问我。啊。你扣成人头了。好。你下周不懂事体，先过问我。啊。我来懂的。啊。不是嘛嘞？我吃个鱼比你吃个饭多，我过个桥比你走个路长。你我做不动，你真过门。啊，哪个？爸爸。哎，所以要转来这样的辰光呢，就是南京搬了动，还要搬十来块噻。哈哈，对，是哎。我估计上去，目前目也搬十来。哦，十一来块。谁要来？哦，十一来是。那刚才搬路动也门上来了呢。门门啊。那边两位少爷真辛苦客官。哎，是个。你的。扣这个，该扣两位少爷也中了不中？哦，两位少爷。哎，如果谁要中个？谁要中个？哎，那比方来讲说，有一个中，有一个不中嘛，你扣罗一个中了，罗一个不中。他是一个中又不中嘛？嗯，都说这个背着牛仔中了，金牌不中关。刚主播刚刚说个，牛仔中两块布在米里马拉动车上，都是体啊，不能中啊。你不知拿心马上个狼想屁股气质，哼。啊，金哥，那是牛仔中了，金白姑姑不中，我带你扣发得两样，哪两样？背对背。哦。我说他是有一个中，有一个不中，背是牛仔不中了，金白姑姑在中的。不不不对个。那不对。你来身上讲的呀？哎。你做两高头有个读书生，个啥几扇门？个牛仔也比金白盖一扇几子的呀？两扇几子，三扇几子，俺不用的。那为什么不用呢？那说明你不懂那样门的，吃个鱼比那吃个饭多呀。是。口然是动，果然。哦。这个里向，说了还得扣不出。
你想一想，看这个里向龌龊得不得了。哦，那讲点不难听听。啊，蛮好吧。比方的讲说，两位山要进京观看，这文章做好了。哎。留下来嘛，搿客户也要批卷子了。要改。批卷子里向有真出了，摊摞起来一张。哎。金白鼓鼓的。哎。哪批的？哎呦，这篇文章不错的。是吧？两个字哈，写得蛮端正。没错啊，语句也蛮通人。哎，那么要门子呀？哎，要门。这个金白姑姑里都要做啥个？这个是啥题目？讲门之事，当人讲出来，到底有点道理。哎，不错。边浪向放一放，那么再点一串。哎，拿起来一口门，牛仔。哎，牛仔来噻。哎呦，这篇文章比刚刚要高一扎几字。根本是奇怪。哦，两个字还要飞得起。说的也是一害的。那么也要门的。嗯。这个犀牛在里头要做啥个？我里头要是。哎。嘎子收最富。那马兵就出来个了，嘎子收最富。哦。嘿嘿，你想批下文章之后谁呀？韩春风，啥个叫韩春风？韩春风哎。说我韩春风要水火鱼，韩的春风喝水火鱼，你韩出几个辰光，你就让想水的。啊，懂了，嘿嘿，你去想这个客官嘞。这个春风寒不冷，浙江地上是河东人好意，还是寒不冷？刚才说最不好。爸爸，你讲的寒春风是总归寒不冷，浙江地上是河东人。马兵睡那个浪向，这个了牛仔不中了，金白姑姑贴贴了。这块高文章改，我们讲牛仔中改。嗯，不用那个牛仔气脱了，金白中改。我是牛仔中。金白中。牛仔中。金。好了，你年纪轻，喉咙比我想法那样张不平吧？这个。啊。白鹿洞嘛，扣上去也来夸。哎，也来夸做啊！我当年张文云嘛，当年王东代夸。王东代嘛，王东代还做啊？王迪啥？一桌一棒。好，谁一桌一棒？啥个叫一桌一棒？呼吸吃了醉，一棒醉，一桌三菜了，叫一桌一棒。那么王东代不好拉个。不老怪。来，我不晓得你这里偷都在偷。呸！那个三楼这个龙不像，是王东代。以前了，让王德起进的当兵们熬的，锣声来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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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梆梆梆梆梆。哎，到了，来，这是啥人讲？哎，就是这里啊。就是开啥？啥人？哎，你们听好。哎，这个沈家少爷沈金包高中第五名金盔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来来来来来，妹妹姐这个。哎，怎么样？啊，为本人来。哎，有沈金包高中第五名金盔啊，梆梆梆梆梆梆。比老乡个大块头有得来，认识不认识？我你死透透！金白姑姑第五名金块，阿有本人了，不如牛仔分钟。别人讲稍微等等，你不得去病个，哎，你有上司个。金块啊！爸爸。阿兰，所以我当年说吃个盐比你吃个饭多，跟我讲比你走个路上远点道理。你有得强，我里向爷娘该打几强？没得，我该打越强走啊了。金白姑姑第五名金块。五百了，就牛仔分钟，一桌一帮输脱的。输脱嘛，就输脱多啊！你看这个一桌一帮，到底锅子里向吃的还是卤煮来吃？随便你噻。我看这刚把卤煮来吃，吃完下来嘛，要里向烫一烫了，重新再多吃一顿。搿蛮好哇！好，这不这个，你去冰吧。这个啊。哎。你去冰小杨，我来去冰娘娘。大块头带里毛毛烟细泡着，我冰娘娘正是上油菜，跟娘娘睡米快呀。晒呀晒呀晒呀，二口没得火头的呀！这哪还来去冰呀？不，做啥？这个么是三进三门外头了，要我做事。哦。那么再讲，你是师东。哎。晒呀，该到你师东去冰。我是该到门宫，我有门浪向事体了，我去冰娘娘嘛。名声一人，我冰娘娘。爸爸，我倒是这样这样改，给他师方给进门娘娘走到前边，里向娘娘房厅又要让我走得远点。有的不要紧，走亲走你都叫他给老乡后边站了后头。不，我冰娘娘好了，我冰娘娘。走亲门开进啊，个登陆的上司，你个屁的本身来到娘娘房厅了，进东娘娘这怎么好了？邀请大红师上来，这个恭喜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金东娘娘隔两年当时了浪凳子，差不多八路东要来夸的。现在听起恭喜和无锡嘛，哟，他说的来着。娘娘身体灵一灵实啊，最起啊，哥哥娘娘，喜龙贺喜。哎，哥哥，八路东办得来着，哥哥恭喜娘娘，无锡娘娘是身高是要各种第五名，尽快第五名，第五名尽快。我说娘娘也听了。
心里想着蛮开心的呀。上去嘛，金丹哥哥第五名啊，不容易这样。那么金丹第五名嘛，牛仔便是这个背着了金丹的长队。这天，哎，娘娘，喂，玉妮。不知我啥个喂，嘴上一个呀。给娘娘，恭喜娘娘，这个么子是金丹哥哥第五名来的，第五名来的，第五名。金都娘娘一听说什么子啊？啊，就是金丹第五名牛仔服装啊，牛仔服装么娘娘一上去推他是不错哟，金丹么不得。啊，这天。哎，娘娘。老娘娘追下来。哎。我说两份人生与白劳动，三杯加铁，未必去吧。我唔白噶，哎呦，一本正经并进来蛮吃力个呀！八路洞上市五十两嘛，我总归还有个底个咯，还会得娘娘忘记脱个，没跑的时间死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哎，哥哥，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金八哥哥盖住，那个什么上市八路洞五十两嘛，我五十，哎，第五名尽快第五名。娘娘，可见这么心里想好个，这肚里什么不得呀？哦，牛仔服总队为了他上市啊，心里想好啊。这天，哎，我娘娘听见了，为不应我滚出去。没和太太个滚出去，那看上去真的没得再滚出去。啊，恭喜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就是滚出来个呀，就是啊。白鹿洞上市府他们白带高铁，来拉门跟谁谁请了拉凳子。这金口一个屁队在里下去并摔呀，一定要。在金丹哥哥书房门跟前一口没立到里下，要金丹就想，哥是谁呀？是谁呀？红内的别说，金丹哥哥两日天大路上跑出来，可是我来报了，总归要报得来这样。现在听见同儿进来，恭喜贺喜，还会得好事体啊？数一数都真。进口在，是从后来。是谁呀？是谁呀？你这送第五名金块，好，哈哈，送了。金八哥哥祝你的失败，飞身着分八千个啊！开心么呐？那边还要跑的多的，还要放的上市的，而且这跑的多一级，进口在百喜宫，赏你二十两银子，未必去吧？金口一大路出来么，心里想夸我的嘞。你俩银子啊，一桌一房做够嘞。大门跟水嘛，哎呦，我也在这样的。上次嘛，牛仔书房盖嘴上贴钢板，倘是不里看见侬，我喊得去问，你阿总理分钟了呀？搿么哪能？不大，让我来清水清脚一出去。想到盖房里一脚，也这样忙着熬的一出去。那哪办得脱呢？贴钢板个书房盖，听得叫清爽了。牛仔了让伤心事。听见隔壁的声音，那么没一进了上注意，现在看见金口，一出去喊住你金口。儿子，说一进口就在，说呀是啥？我提问你。哎，在哥哥的书房之中做什么啊？那卫兵说呀，隔壁孙家的说呀，得中第五名金块。我不晓得啥事体，不容易啊！阿哥得中第五名金块，不简单的。我不知哪，我别中啊。那么，我你呀、啊？哎，嘿，这金口做你的平常辰光，你来得个聪明。今朝我不进来并嘛，你就是分重要是啦。怎么现在我倘是随着讲讲上去嘛，读书人呀，听见是心里像要难过一样，一想嘛有责，理所活络个。小杨梅啊，你们总管哈。牛仔哥哥一这么非同小可，中一中京东娘娘喊我做金家的小辈，自家爷娘万万大吉，我嘞，啊这个，中是谁？我一口么那是母子，我一口中哎，我一口哦，也是一块的小猪啊，那是外公啊，这一口么那是母嘞，我一口中，就这一口分钟哦，来碰东西呀。龙德五节分钟的牛仔哥哥靠不得是啥？哎，这刚一来么娘娘你放松点吧，你爷娘和外祖山东，这刚一来
家大欢喜。开始他心里想，哇，他家可以为周三东，然后讲娘娘，继母大人那个恩情我也不那个啊，来你为周三东去，继母的恩啊临周三送。那么我回州山东，我得不免隔他两年神去喝几刻，我不觉得用功的喝了。倘若来年我功名得，把那官家王公来谢身恩，梦我倘是一子功名。哥哥王凤公的爹大手机我要家内金龙娘娘这辈子恩开心啊开心们呢比起这样要金贵生个跑的高等一回放上放上金口红石两分年上与你李大公赏你欧是两分女娘娘子还有个金口是靠我的嘞是你的什么人他表达于中了大于你俩给大伙总叫是五十年也知道这个娘了给我心里想开心押金委屈但门跟出一口没就听来在那让凳子爸爸哎，你来的，你来孙子。哎，我正式些的哇。爸，你去给娘娘喂，娘娘东搞水米块，哎，哪行家？这啥份上啥滚出来？这个还讲啊？里里要撒点米子的，是呀。哎。那么平常什么娘娘给这些个白的个贴？哎。啊对了，白了都没上零五十两银子娘娘去。那么留下来嘛，娘娘再给我上了。我外头，我说娘娘这个那个本钱呢，应该的，我外头。哎，这个你，哎，这个是应该，哎，没跟小杨那哈了。那我去跟小杨嘛，小杨听起子心里想是蛮开心，羡慕你俩。最清楚你的，今这个你家大概不大对了。你当你小儿科啊，你俩银子上出来蛮好走呀。啊，我昨晚你俩银子一走一把出来这个了。哎，蛮好蛮好蛮好。我把尾鱼了呀。啥个尾鱼了？那我回出来算是了。哎，回出来。我牛仔看见侬，我喊进去说：“那你……哎，我们我没得办法，我不知道是哪分钟的。”一分钟吧。我把那些都牛仔呐哈。那喊你。你赚我五十两。分钟上那五十两。呀。哎，今朝不对了嘿。这个里向会得打锄头的，我滚出来有啥问题啊？分钟上那五十两。哎，啥个？
这个刚刚你两，再刚五十两，七十两。哎呀，七十两！金矿，你今朝还不丢干吧？真的这个干个是啊。所以那个新光啊，你声音带一来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哎，搬了上来嘞！爸爸，搬了上来嘞！你这个客进来嘛，都快点心啊烫的着。上四分挪到的一桌一盘气特子啊！哎，搬了吧，给他搬，可不得？你准备一个。来来来来来，门门啊，上门门上口，门上口，上头上你看。是这里。是这里。说你们听好。哎，这个许家少爷许元在告中投名解元了，梆梆梆梆。爸爸，是哪公司牛皮呀送的呀？那这样等快点就贴起来。好了，一桌一盘气特个的，哎呀，关好了。喂。白鹿洞，哎，大叔，别那家，那个办是哪样办啊？耍个的，你刚刚先办第五名了，再办第一名，应该先办第一名，你再办第一名，你耍几个是俺叮当叮，点出来办。那好龙三百下，白鹿洞是阿姨的嘞，石头耍那边关好，玉立不在身岗。这西方人人为比过于吃也灭不动，每个行当才有每个行当吃开。那个大抠门抠的长远了了，如果抠门的经验，那哈哈叫比我丰富。但是办事，我不是长远者，这个里向进入那不就我子？我在上海先办第一名的，你到里向跑得动的胖，五十两上出来是已经不错了。再办第五名，你都胖定再离一离五十两，刚弄来嘛还是不够一百两。那么我想出来叮当叮当，先摆第一名，你都跑得多，判五十两就出来。再来摆第一名，你都刚刚第五名啊，五十两，再五十两拿不出，还要高声的七十两、八十两，弄得不好，一包两十两，叮当叮当都说，我还都紧张的。穷伢一桌一盘气特的，那都紧张的，板子都耍了。等来，爸爸。啊。是他，爸爸，你是他的。哪是他的？你是牛仔不中的，现在牛仔中的，还是你是他？粉丝。哪个时间？你是金牌不中，金牌也中了，大家他比不来去。爸爸，你那个老。老么男人？老头牛。老头牛是老头牛，你才不怪的。跟老头做一帮台，还个老头牛没有？别都回来，你冰冰。怎么是干啊？我是牛气冰少爷，你是牛气冰娘娘。哎。个大快的袋里，妈妈你拿出米袋来咋？你为个起兵啦？我为个娘娘给他去出啥个美男呢？滚出来的那些人，不甘心了。这个，把你第二个枪扣，第二个枪，你起兵娘娘，我起兵少爷。啊！金库一个鸡蛋，哒，滚到底下娘娘房去了。啊！恭喜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恭喜娘娘。这娘娘就没劲了的呀，牛仔不中嘛，有啥个劲的？哎。就说现在看这个动物，也能让恭喜贺喜。哎呦，娘娘周年的，还会得刚刚门廊向大块的忘记他漏头的，这个太对不起啊！而现在来补的，哦，重新打出精神。进口。是。喜从后来。这恭喜娘娘，恭喜娘娘，自家的小娘子牛仔得中头名高牛。好。打十多块的石头漏头。这个么子你还乱他太背得起的，第一名我晓得背着了啦，金牌不敢上的，哎呀，哪是娘娘得劲啊？牛仔中嘛，为啥个害我？开心，一开心么的，放上，这个娘娘随便夸的。进口是上半路洞一百两文银，摆在高铁，另外娘娘我在山里五十两银子，娘娘谁？未必去嘛。金口是靠得来不能抬子呀，做你的双木上给他的得一双他是五十两呀，要紧当外头，林子上是搬了动物，搬不离，搬在搬去，里里让门口里让人分散。大快的最亲戚兵少爷，你想听出来啥题目？刚刚少爷不中五十两，现在中第一名嘛，高一个倍，一百两，我还补出来的，你去补个介绍，腾，修正来到四房间，牛仔门子，哥，恭喜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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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本来蛮开心，啥天么自个爷娘本来这样的，现在一看门廊下也来恭喜贺喜，哎，那边来搞不清爽，搞清你噻啊，有点紧张的呀。再请喜从后来，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如今
办了不办得了噻，要恭喜你，该种提名高女啊！哎呀，牛在走，你都要好的嘞。我当时发中了牛鬼中啊，而且中得这样好第一名啊！跟娘娘未肯放松，你中没中得特别的，十条不命啊，不要紧的呀。第一名，那我觉得是搞娘娘办不了，我觉得心里想马上会得乱，心惊不宁。这天我最想了未必去约吧，也是一块来跟娘娘会一样的毛病啊。我吃吃的了半斤来了，一点点没啥个，已经哪里去了？不中啊，五十两中中，哎，稍微补足来点，再来一点，哥哥，提名高女是呀嘿，补足点，提名高女啊，牛在袋里忙忙关河，我不禁不开心的呀，那个杂碎养了养，太丧事了，不能关河，这天来呀。现在刚刚忘记他那么黑，我过去买一张银票，一包两塑过来。来，恭喜他呀，恭喜他！跟人忙正上头了，让吹上去，三破三破吃不上，牛仔一口抽不动，吹上来打得给去个两句噻。是不是你派的叫蜘蛛球队忙着你个浪向，哪个队浪？一个毛的，只能这样来，愣愣嗖嗖，再未追响，万不与我滚出去！恭喜咱呀，恭喜咱呀，恭喜咱呀！比娘娘都出毛栗子了，滚出来的，搞一个双脚啊！还一副动，简直耍个捏人啦嘿！不禁个的呀，吐了吐出来一口梅。爸爸，你来噻？来着哇！来七瓶水呀，刚刚不中五十两，现在中中哎，搿点有搿点。等，你是刚刚拿去拼娘娘呢？侬去拼娘娘嘛？娘娘听见是心里想夸我的嘞，就赏我五十两呀。就这个女人真的不对了嘿，你脚脚有一个，我拿财物不而且高是买力子的滚出来，想不通这样。爸爸，你讲你还说要嘛？我是想先帮你商量桩事体呢。商量事体啊，商量事体啊。那今个难得可一个人三个活得来不难为。没主意的，像神仙路单浪向上去为神浪向便当。不，你上去那个先不听爸爸。我没皮的，没皮带的呀。你先这个，你讲不过听听也可以呢。你王叔大，你刚刚不破胎的。刚刚是我争取禀娘娘了。我要面子，我说我为了他娘娘上司，记得娘娘喊我滚出来，一耍文耍。哦，娘娘喊你滚出来。这样的礼物嘞，我先把你第二天啊，和刚刚说一下，中啊分钟嘛。五十两上出来，中第一名中大概，所以高考办我可补出来，那么去补一单了单，第一名高你，第一名高你。三亚口机子，一包两台币那不动。哦。不我不给你。我不包，你和你两只羊要平底子呀。来了。一包两不嘛，几十两差不多。对，我做两个的，我有几十两。买了子那口那一双买了子干出来了，还是俺滚出来那些，有啥？在老乡上去的时候，你说一把人情，我听的还是要的。吃不落的，吃不落的呀！爸，你自个已经当我手呀，你吃个鱼比我吃个饭还要多。吃了嘎多米粉蘸肉。你跟我讲比我走的路还要长。鸡蛋两牛的大部分中。我包一句来无关，这呱呱呱鱼鱼吃不着。鱼个，搿句闲话鱼个。爸爸，那后头一句不知算，我倒也忘记这个对呀。后头一句嘛，我讲难，我才懂的呀。啥？斤斤斤控制上帝的斤，爸爸是你，写出了上帝的当，我一拉起我吧，气啥子？气啥子？都快点是要气啥子？一啥文啥啥滚出来，吃只毛栗子都出来。那么娘里亲戚娘娘开心得不得了，那不是要关照的，想见世君呢，何以为己所？